2020年《梦幻大逃杀》生存涉及手机游戏的环节，就是《绝地求生》《绝地求生》新纪元改版《绝命海岛 2.0 重置上线。我们一起导览呢、啊，来跟大家聊一下、喔、就是端游这一边的那个海岛重置了之后呢，《绝地求生》它其实也做了一个更新。那更新的内容，海岛这一边监狱、核电厂矿村都做了一个大幅度的翻新，而且地板上还多了很多其他的凹槽跟战壕可以来做使用。我们上一次有某某先穿衣服吗？差点车那个车速有点开快了。你每天都在开车，真的是啊。15G， season 15英文是怎么念、啊？那我们再去看 15 吗 ？15 还是 50？15。如果要我念的话，我可能要从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。然后呢？再来怎么念呢、啊？现在马上就来玩了，我已经排队了。好啦，大家跟好，跟随我跳伞了。我带大家跳一遍，一定刺激的。既然都已经改版了，我们就去观赏一下改过最多的这个那个核电厂好了。你就是崩盘玩家。你在玩啊？我现在三指啊，崩啊！好菜哦。你四指哦？没有啊，我两指啊。注意啦。那剩下几指？我十只手指啊。你十只手指我是知道的、啊、但你是用几只在玩？我基本上就全部都扣着，所以整个手卡在上面哦。没有错。那个没有，他跑好像有点远我们先跳监狱好了。我看到三只。好啊，我 VSS 啊，直接秒抓。你们在看我？不会，他杀不死你啊。他们死定了，他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。我准备杀他们了。我拿到 info 了，太好了。OK， 默默打一只了。后门还在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下午他没子弹了。他崩。Nice 哦。啊，怎么他不是顺倒？还有人。屋顶。屋顶来，我来。啊，有没有烟？我倒了。跟你讲，我剩九发子弹啊，有没有五六啊？没办法给你，快别走，我们去突他们。他还在。他倒。他击倒而已，我丢一颗雷往上了，走。我上楼了。你看这群人多穷鬼。我炸死了。死光嘞，爽哦。我现在是没头没甲没子弹，我现在就是一个裸体。我那个手雷真的是精准真的不要闹了。我只是没有去打比赛而已。真的。有没有前面有一个。鬼，我撞他，撞死了。他孤狼直接死掉。里面有人。别闹了，大哥。他死掉了。前往下一站。看起来你的开车技术不行。我看到了，打一个。我回避开杀是不是？我被打了。哇，他队友出来了，在围墙边。我被秒了。有人。Creepy， 都你在送我打一个，你打几个？你说啊。没有啊，我们是来救你啊。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打一个哦。他们怎么那么强啊 ？Creepy 是生存大师，总击杀数零。没有，我刚打倒那个被救起来了。白痴，你看一下，我是 MVP 耶。你看下伤害量好不好？你这个，你真的是出一张嘴，专门没有做事的，这种妹子就是瞎鸡巴零五。那我们 ready 一下，我们再开始好不好？这把拼个吃鸡啦，不要闹了，来。灰皮不要闹，就会吃鸡了。不演了，我真的不演了。你要跟好我，我们遇到我们算你倒霉啊。对啊，不追了。有 W 方向 ，W 方向。啊。285方向，那个车是有人的。正前方。看他。可以。还有一只哦。还有一只在哪呀？这边车后。哦，他很强，一对一。一对一。右边。可以，你可以。哎呀！厉害，还以为你多强嘞。你不是决斗者吗？怎么又是第九名啊？我的天哪，受不了了，我们排一场立维科。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《绝地求生 M》的小地图2×2的，跳了！我是跟着阿森跳的，绿点！哇！我前面就有人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们，哪里？在脸上，打掉一只，在 W 方向，好烂哦，奎比，你现在自责，打掉一只了，在城里面，有车，后面有车，哦呦，哇，那被他撞死了，我救一只。他死了。就我很佩服那些小朋友，他们有办法，就是，看这个看一整天，就是用手机游戏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很远的，像我都看不太到。
我也想当小朋友。你已经不是了，你已经不年轻了。不是，现在小朋友还可以跟女生一起约玩手机游戏《绝地求生 M》，那就很幸福啊。我们以前他们哪会跟我们跑网咖啊？对啊，现在就可以约约在家里床上玩《绝地求生 M》。太棒了，这一把我跟你说，这一把玩完我就直接下载听的。问一下有没有人要来我床上玩《绝地求生 M》？很好玩呢、欸。不是，我们剩12个人呢、欸，剩3组而已了。这把真的要吃鸡了，真的不骗你。我去找台车好了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哎，我看到大脚怪了 ，Kemo， 我让你看一下那个利维科最新的载具。来来来，我在叭叭叭了。他是发现我们了。对，那个警卫室后面倒一只。我边掉一个，我边掉一个。还有、哦，两个倒，两个倒。全倒，全倒，全倒。牛逼！哎，有人射我。哦，你被98，你就被98 K 了。山上，山上 ，N 方向，山上。哎、欸，危险！这波，哎、欸，又没有人，又没有人。他这边能救吗？石头后面两只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看到。啊！我被 S 罗打爆了，推过来了。石头后一只，两只，在我正前方石头。他们受不了，我想打射鸟。两个没血了。哦，他们倒一个，受不了他，我受不了他。他是不是烟雨啊？哎、欸，大声！我被丢了！不是我要炸！我要炸石头货！推你丢石头，你不能丢雷！你是我以为我丢石头，你知道吗 ？N 方向石头货有个人在架我们，两只，你们看到？看到！我看到他了，我要多拉屁股，嗯、死了！真死了！我拉一个骚哦！看到！拎刀挥袖处，他丢了！会被丢的，哎、欸，不要闹啦，我死了，靠！不是哦，我是 MVP 耶、欸，我还是 MVP 耶、欸，哎、欸、，Creepy 是不是故意的，还是王八蛋？哇 ，Creepy 每一次都是很低的击杀哎，不是，因为我那障碍要炸在你身上。吃鸡还是我们海岛吃鸡吧？我们才海岛吃一把好不好？我们就打到吃鸡没？我跟你讲，海岛没吃鸡，我不吃饭。哇，我真的手残了，我连这个楼梯都走不上去。哎、欸，有被打，校长外。上面吗？下面外围。看到了。死了。哎呦，下面。地板。扫塔。过马路了。看到扫塔下。对不起，我说他还是没有。好，扫塔下刀。太准了吧？当然啦、啊，不要闹了，我是不屈白银哎、欸。跟他们这些铜牌是不一样的、欸。我白的。注意打。哇。注意打，注意打，直接把队友打爆。这间。哇，他好猛哦、喔，他的近距离好强哦、喔，还是不要跪一下了？跪，我们要吃鸡了。嗯，铁魔，我这样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绕大走，还有大概两只。大走，我绕大走，给我个方位好不好？我看到了树后，在10。好了，这只倒了。可以压了，可以压了。要不要一起？我跟你讲，我有个想法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。我开车去。那个车开起来呀、啊。去地毯室搜索。我看到他了吗？对，他走这边围墙，他走这边的围墙。他阿珍点的，可以吧？阿珍，远架啊！一枪打！我拉一个大射脑了，快点！哈哈哈哈哈 ！nice， 真的要不住！漂亮，还是掉了。事实证明了啊，没有 creepy 也能吃鸡。又到时候讲拜拜。拜拜。是，先来看一下那个啦，那个现在的那个排位啊，谁有做事，谁没做事，一看就知道了。15-13，好不好？战神，谢谢各位。这一场就是我在凯瑞，那、啊、我准备也要休息去吃饭啦啊，谢谢大家了。